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一，我现在已经下班了，然后我现在正在地铁站里等地铁，准备去药妆店接着给你们买那个东西，没想到周末寄回去的那一批那么快就基本上都要卖完了，所以我今天再去补一些你们想要的东西，一会儿给你们拍吧。我已经拿了太多了，我自己都要拎不动了。Hello， 朋友们，我现在到家了。今天是星期一，然后我现在很累，是因为刚才下了班，我就去那个药妆店给你们采购去了。然后今天我买的是上一次药妆店一倍多的东西，所以我整个人拎了两大兜子，连那个结账的那个阿姨都说这么沉，你一个人拎得回去吗？然后就又买了很多你们说你们想要的东西嘛，给你们看啊。天，我真的是拎了好多，这一大兜子特别沉，然后这边还一大兜子，一共两大兜子，买了好多你们要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就凸显了会法语的好处。我一开始这个30毫升你们想要的这个小的，我看那架上就一个，然后后来我问他，我说这还有没有，他就又跑去给我找了好几个出来。反正买了好多法国大宝，这都是你们要的法国大宝哦，我上架了之后一定要都来买哦，不买的话我就哭给你们看。然后我现在要弄晚饭了，很饿了，我现在耶，我的晚饭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好吃？这个是我们昨天出去吃饭那个吃的毛血旺，然后剩的就打包了。今天我把它这样自己再加点水，就做成了一个小火锅，刚刚好放进这个小锅里面。嘿嘿，我现在都做好了，准备吃饭了。我的小火锅还有一碗米饭。吃饭的同时呢，打算看一看你们给我的留言呀、弹幕啊，因为不是刚新发了一个视频吗？好了，我要吃饭喽。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我现在做好了早饭，一杯咖啡，然后我自己弄了个红豆奶酪的小面包，但是我还没有把它放进微波炉里热，我现在要拿进去微波炉把它加热一下。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给你们看法国人冬天穿大衣的秘密，嘿嘿，就是里边再穿一个这个小羽绒服。然后我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今天又刷了一个新的高光，我觉得好好看，也不是新的，就是当时是一个套装里买来的，但我一直没用，然后结果最近就疯狂的爱上了打高光，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用了一下，我觉得好好看呀，就是那个光泽特别的自然，特别的好。可能因为最近皮肤越变越干吧，特别喜欢高光。好了，我要先去地铁站了。 Hello， 你们好，我现在已经下班回家了，好累呀，然后一会儿我要拿着昨天和今天买的那个药妆去那个快递点再寄一箱。哦，好饿呀，我先找点吃的吃。完了呢，我们晚上打算去吃个火锅，好想吃火锅。哦，感觉我最近脸宽了，不行，三月来了要减肥了。好了，那一会儿我再给你们拍吧，因为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寄快递，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们拍一点，因为一个人你知道又要打包又要去出订单，然后就各种特别的麻烦，有一个人会忙不过来，所以我看看吧，一会儿然后可能会吃火锅的时候给你们拍一点，好吧，一会儿再说。